李鹏1100分，唐一娇1500分，董贝克1200分，朱琳2300分。各位，你们认为谁是大忽悠？李鹏，反正肯定不是我了，都喝成这样，我都这样了。唐一娇，4号。因为你看他一把都没输过，然后加了那么狠，我觉得一定有问题。你怀疑？我觉得我们的后面人可以上，你们后面人也可以上。董贝克，对，我觉得想法差不多，因为除了刚才一直都答对之外，还有那些感觉像在骗人那些故意答错之外，刚才好像没有喝吧，我也是觉得应该是第4号。好，朱琳，我说明一下，我刚才是没有喝，那是因为我的 IQ 很高，跟这个分数没有关系，我觉得，是不是？我觉得，我要跟一下现场的朋友们说一下啊，离着你们的车越来越近了，我们这个新日牌价值2500的电动车啊，离着你们越来越近，他们已经把车开到门口来了啊，每一关你们都要往心里去，一定要看准了谁是真正大忽悠。